什么秘密？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问题来了，请问一下各位现场朋友，我们的六奖会抽出什么样的礼物呢？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六奖，六奖。啊，好，好，这位同学好了。3000是吗？六奖是日币3000，哇塞！好，
边舞台的左边这边呢，来兑换您的赠品。好了，那么请我们现场朋友不要推挤哦，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。后面的。也请我们现场朋友不要上舞台哦，很危险，请不要直接上舞台好吗？请后面的朋友不要推挤，做好心理安全哦。不要推啊，不要挤啊，好危险的。那也请我们现场朋友请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，请不要推挤，每个人都有，请不要推挤。这边后面的。小心，不要推，不要挤。后面的朋友请不要推挤哦。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。次は丸×問題にしま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问圈长，圈还是长？那日本呢，我们说圈还是长，是说丸，还有丸，圈是什么？丸子是这样。那因为啊太远了，麦克风可能到不了后面，那如果等一下你写到回答者，可以用这样或是这样来回答我好不好？JR 上越新幹線の河原井沢駅はあるレジャー施設に直結していますが、それは遊園地であるバスでしょうか、バスでしょうか。在此呢，我请大家很大的比心，因为好坏觉得有点愚。那我问问题呢，在有雪国，雪国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下雪很多的地方吗？在有雪国之称的星系，它有个站，像一个新干线的站，叫做达拉汤泽站。那这个达拉汤泽站呢，它跟一个设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，就是坐那个站就直接进了那个游乐设施。那这个游乐设施在下雪很多的星系这个地方呢，是游乐场，是对还是错？是对还是错？是下雪很多的地方哦，会有游乐场吗？那我数到三，那我就点那位人气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这位先生。问题二选一都答错了，那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对不对？要是别人就是别人知道，那我们再点一位幸运儿出来。一、二、三，答对了。星系雪国，因为它下雪很多嘛，所以它跟达拉汤泽站连接在一起那个设施。我刚刚去那边发的，那你现在要过去吗？可以啊。